刚呢，他这次和他的导师崔新月唱的是《清官谣》。赵如意老师这句话，或者说这一段话非常的严厉，但是对你接下来再往下走有好处。我从视觉上提出一点，我认为你的导师应该今天穿的，尽管是便装，穿的应该跟你再稍微的再搭一下，可能不要那么花，再稍微的导师再庄重一点，可能你们之间的画面感会更好。包括郭老师往那一站，这一家三口也挺好，我们挺好的，般配我们的。他们在场上不仅是要和其他所有的选手和导师之间的一种 PK， 同时呢也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 PK。 哇，太开心了，其乐融融。其实上一场比赛到这一场比赛，这个节目是最能体现国色天香的这个精髓灵魂。我特别希望说老师们的这样的一个点评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出发。如果单独从说戏曲有多苦啊，像刘刚的扎靠要出血啊，什么什么什么，一下子会把人给吓得望而却步。没有人会，特别年轻人一听老师们都这么讲，哇，那我这个离我太远了。我建议说从一个有趣的角度来传达和介绍中国的戏曲，可能是这些导师能够真正为中国戏曲做出的一个贡献。我觉得你从头到尾都说得特别好，唱一句豫剧。你别拿。掌声在哪里？咱两个够高吗？在学校，预备。咱两个在学校整整三年。整整三年。难为我你那我再给你示范一个啊。好，你给我示范一个。爱恨就在你来个这个吧。举杯望天青似天。一无所有这首歌是中国的摇滚乐里面最为代表的一首作品。有一个担心，就是小香玉对这首歌的把握会压住沈春阳。沈春阳唱得非常好，他唱的是非常嘹亮，然后呢他的老师小香玉唱得浑厚，他们俩有机搭在一起的时候才会有这种沸腾的一个效果。嗯，很融洽。嗯，对，所以我想他的分不会比 MIC 低的。谢谢。你爱我一无所有，我爱你。公园这豪爽要这样不好看，你干啥了？他接受不了啊。是郭老师，我有个建议，我想给你们三个照一张相，特别好看。你是怎么想的？怎么给我们照呀？红的白的在一块儿是吧？真的特别的。这是一张相。好吧，好吧，来。容易受伤的女人，这是90年代非常风靡的一首歌。如何能够把粤剧和这种非常伤感的情歌结合得特别好，我想也是非常大的一个难点。玉刚，男人就是天天。哎，下雨了啊。哎呀，跟老师也有不同意见，我不认为这是一个戏曲节目。我认为是一个让当代年轻人了解戏曲的一个时尚类的节目。而且我也一直在思考戏曲与歌曲之间的关系，后来我刚才有一个感觉，就是说为什么现在歌曲流行性会能够让很多人能够流行，是因为歌曲的创作方法有主歌副歌，在副歌的部分感觉不过瘾的情况下还会重复副歌去演唱，但是可能戏曲在传承的过程中，我感觉没有去按照当代人的欣赏习惯去做到这一点。玉刚刚才说的特别好，但是殊不知多少年以前的戏曲，就像大家会唱的刘大哥，至少50年了吧，就像大家知道的海岛冰轮或者苏三起解，至少上百年了。流行歌曲现在学得特别快，但我不知道能不能在10年以后、30年以后、50年以后、上百年以后还会唱。的确是，戏曲很多经典的段落、
很多人一直都在唱，但是刚才讲的是年头年份的事儿，我可能刚才讲的是面儿的事儿。如果说能够做到两个点能够结合在一起，我想它就是真正的一个传承和发展，或者是一个真正的成功。浴缸是一个特别有正义感，然后特别想把中国民族化传统文化发展好的。但是浴缸，你刚才那一番话哈，他不怕挨板砖，就说在戏曲和中国民族文化这么大的一个环境下，这一个小屁孩敢放这话，啪叽，大板砖会拍他，你知道吧？挨板。来，我教你说话。那是，其实我已经挨过了，所以呢，现在的我就包括我开场唱的《莲花》一样，对所有的事情都很淡然。但是我刚才是从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个角度来诠释我所面对的问题，所以呢，提到挨板砖，你打了，提到挨板板砖，或者说任何时候，我都希望板砖拍给我。感谢，好，谢谢谢谢。张欣和姜育山老师呢，他们今天的曲目是菊花台。菊花台这首歌算是周杰伦的代表作了，同时这首歌我在我的日本的演唱会里面也曾经诠释过这首歌。这首歌不低，非常的高，所以呢，我不知道张欣的音域能不能达到那么高。其实他不适合唱戏曲，接下来再唱的情况下还是挑选的歌是你自己独特的那个东西，在参加接下来的比赛。上一期呢，黑妹的排名呢不是很高，比较靠后。这一期呢，她和她的老师赵如意可以说使出了杀手锏，他们拒绝了所有的探班还有采访，给我们造成了非常大的悬念。刚才那个唱段我是最早的时候是通过小品知道的，然后呢，老师是把我原来在赵丽蓉老师的小品当中给了我一段延续，给了我一段想象的空间，给了我一段圆梦的一个机会，听得特别圆满。就这些，非常好，谢谢。今天这几个不好选，我都替你为难，他们一个个说可以用排除法，我感觉他们是稳的 MSA 是吧？对，所以、可以。今天现场效果非常好，这几个小伙子。这沈春阳呢，有了小香玉老师的帮衬，我感觉他也应该是稳的。好，pass 了啊。对，我其实很想帮张欣，但是我也是爱莫能助，因为我认为他还没有找到他最核心的那个点。还剩下白雪、黑妹、刘刚，这是我好朋友。但是。这是我的副咖，你的副咖啊，跟我们两个都有关系。对呀、所以他的命运交给观众吧。我可帮你了啊，他实在是不愿意给你。所以、那么就剩下一黑一白了啊。咱实话实讲啊，从专业上来说，白雪肯定要强过黑妹，白雪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。你如果要是帮的话，我建议你帮黑妹。你说的也有道理。那是。哎呀，我头。十分给到，哎，你这十分给谁了？我决定好了，我这十分给白雪。